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安心真经。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法会坛上，中华三祖宣莲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法会莲座上，各姓氏诸祖灵，莲座上诸圣灵，边缘软动诸灵，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今天甲午千秋11月3日的下午当下，自从10月10日升坛到现在，每天都是阴雨蒙蒙，而甘露洒进整个台湾，处处普降甘霖，而且在这段时间，本维新圣教幻贝法师恭诵维新圣教30经、30部经来供养，每天早供、午供、晚供，供养香花果串、斋串供养啊，各位的列祖列宗、莲座上诸圣灵，每天有20位我们的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带着维新贤士代表36处的维新圣教昆池道场的住持法师、贤士同修，共同发心成就
双十法会、谢天伦的法会，在甲午年元月九号，王禅老祖就开示了。今年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一定要依法仪。开始在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由住持严义法师负责执行。啊，这个三月三日消灾化解，三月二十六日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习斋水陆法会，在仙佛寺总本山，啊，也由严立法师负责担任执行长，啊，以各位法师讲师协助同修，共同依的法仪圆满完成。护国习斋祈安法会也敦请了佛教界高僧戒陀八十余位前来恭送诸星，一起来祈祷消灾化解的法仪。五月五日在台中道场深谈，七月七日在台中道场深谈，九月九日也在台中道堂深谈后，到台湾十二座山头，啊，依宗教法仪天威法仪，将三三五五七七九九，由维新贤士所恭送天德经一百一万部的经宝徽宝洒净在台湾十二座山头，啊，仰仗天威，佛温圣神功德力加持，转化供养布施在地球五百月的三尊后土、三界万灵众等，戒都圆满。到今年农历十月十日，我们叫谢天伦了。往昔六十年前的当下，金门还八二三炮战浓浓的，伤了无数的三祖儿女兄弟情和生命。再回溯一百二十年前的当下，甲午年中日甲午战争，也是三祖儿女相互残杀生命的甲午战争。今年又是甲午年了，所以让我们知道天机者不知所措。所幸台湾第一位修成正果的台湾祖师，啊，恭请了太极天天龙教主，啊，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光降台湾净土，天人合一，开启蓝天寨。民国七十一年的七月二十四日，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生开启蓝天之后，诸天圣神、龙天护法都是由蓝天光降台湾净土。好，以各位有缘的，你是有发大愿来到
台湾净土一起共修，共同成就天下太平的大愿和法轮。结果今天在甲午年的11月3日，明天4日，也是103年的12月25日。好，我们法会圆满了。虽然台湾今年有一些小小的劫难，我很清楚的了解到王禅老祖、玉皇大帝、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恩加持，转危为安，已经相当的平安了。我们要感恩，所以在双十谢天恩法会的今天，我们要感谢的阶段性的法会，我们所供诵的《活说阿弥陀经》，原来48万部，现在有54,596部，的功德回向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也回向给各位的堂上祖先、莲座上的诸圣灵，皆得心开意解，各领功德，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亦为本愿。所以今日当下安心真经开示已经完毕，好，万灵欢喜信受，受纳我们的供养，都以同沾法意。接着要各位向各位来念安心真经。好，鬼谷先师开示毕，天人法界圣神仙佛皆欢喜信受，心开意解，了知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啊，同赞鬼谷先师曰：至圣鬼谷先师大慈悲，慈航普渡有情度贤灵。Yes. 五世玄机大道真妙理，义理新华利民见太平。23日以来，王禅老祖慈悲光降，以混元天人合一，开示了安心真经的真髓妙义。啊，将来再集结将成为维新圣教，为文化维新道藏的经卷，流传千秋万世，环游天人圣众来到世间投胎转世，一修还本还原大道者，皆可依止维新道藏。王禅老祖所开示的15,615卷册
的经文内容内涵啊，静心修行必可同证菩提大道，必可回归各自天界净土，自性净土，或是要前往修行，前往南天净土，或是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八卦天机妙莲台的太极天天龙教主的太极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都可依个人心愿了本愿啊，皆得同沾法益。若是当下甲午千秋所招请奉请的三界万灵诸祖灵门，当下亦可各自领受唯心贤士同修，各自奉诵佛说阿弥陀经的功德，584596部的功德，回向灵归极乐净土去。所以本唯心圣教的道统已经7350年，伏羲氏族即是我们道家所开示的无极啊，回归自性净土的一条路，这是唯心道藏。所有一切经翻起来是天梯，一步一步的往上，然后回归到原来伏羲祖无极，或是自己燃灯火古佛的佛所，或是到伏羲氏族，或是到南天净土，或是到双法界净土，各自成就，都是在这一部唯心道藏总序文开示的寥寥分明。唯心道藏里面有所有诸天圣神佛菩萨列位祖师啊，给予混元以及所有唯心弟子们加持灌顶，接着成就36天干、36个天界净土，依各自的因缘，36天干的净土也是可以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唯心圣教、唯心圣殿、禅机三仙佛寺的唯心圣殿、大雄宝殿，
忠贞供奉的阿弥陀佛，左边王禅老祖，右边观世音菩萨。你无论从道家也好，法家也好，佛家、儒家、百家，依法修行，做到问心无愧，皆可以依照每一个人自己来的因缘，回归到三十六天罡天界的净土回去，依法修行，皆可以成就，绝对不会坠入十八层黑暗地狱去受苦，而且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就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未来各位十方善知识们有缘的，还有这个缘依止唯心圣教、唯心道藏任何一部经，依法修行，了知百家思想的精髓，心灵的归依处，皆可成就住性净土。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十方善知识朋友大德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都已经从三十六天罡的净土 来到地球上的转投胎转世，来这里续缘，来这里习缘，结未来生生生世世的法缘。所以只要会依止唯心道藏15615卷卷卷的经义华宝依止静心禅修，觉悟的时候都可以回归自性净土，三十六天罡的净土回去了。所以今天今日今时当下，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了安亲真经，天人法界圣神佛菩萨皆以欢喜信受，未来奉行者皆可回归自性净土回去，这一人得道，九族列族列宗都可以同时升天。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很幸运带着天命而来，每个人都是天命而来的，是要来世间上接法，在地球上不同的时空境界因缘都可以接到，自己回归蓝天净土，转生极乐净土的妙法。祝福各位阿弥陀佛。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归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轮法会及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祈安消灾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即当下各个年位上诸圣灵、诸祖灵、眷灵众等，啊，今日今时，甲午千秋双十谢天轮法会已经到了11月3日的下午，啊，接着我们完毕圆满。谢天恩，明天早上就是国历12月25日上午6点，开始在千佛禅堂斋天谢天恩。啊，早上9点开始在千佛禅堂举办易经大学初级班的闲置同修的皈依三宝大典，总共有1100位的闲置同修皈依三宝，而本法门正式皈依三宝的，现在已有21900多位。贤士同修皈依三宝，啊，在佛家的是三宝佛法僧，啊，在本维新家的，啊，三宝天地人精气神。啊，还有经华，还有我们的一切妙智慧之宝。好啦，明天下午1点半开始，啊，由我们幻变学院院长袁松院长呢，啊，带领的幻变法师深谈供养施食宴口施食法仪。本坛双十谢天轮法会总共各位同修花心布施的有6758桌，除了每天140几桌的斋串供养以外，明天还有3600桌供养双法界，都在本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全山都布满的普桌普度的斋串，大地开花，啊，所以一次的法会必须要有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和智慧力。那我在这里今日当下，啊，也谢谢我们所有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各分寺道场住持及我们所有的义工的贤士同修们，每天早上3点出门来到这里准备早斋，也谢谢，啊，我们所有的香机主们每天准备这么多，也谢谢土城安心道场
圆冲法师啊，布施了那么多油，还有素斋，还有谢谢我们各界给予我们这一次法会的供养，米、菜和你们的爱心。哦，我们祈愿着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已经十坛祭祖了，啊，我希望本次第十坛的联合祭祖大典是一个圆满了，啊，祭祖大典。在中华文化道统悠悠岁月七千年，还原祖孙亿万三大千，啊，古德圣贤还原无量数。这个是我们中华三族、中华民族啊的庄严。可惜为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竟有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这是悲情，这原因都归之啊，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917位天主帝王的无名三毒所生。哦，所以硅谷先是王禅老祖在当下啊深谈法会，视为消灾化解圆满的法会。所以今日我们王禅老祖书真门和诸佛菩萨慈悲光降开示安心真经，啊，鬼使先师开示必啊，天人法界圣神仙佛皆欢喜信受，心开意解，了知义理心法妙难闻啊，百千万劫今重现。就是唯心道藏的大集结，唯心道藏大集结总共15615卷，佛家的有7246卷，可见中华文化道统智慧法无边，而王禅老祖妙智胜的慈悲开示了这么多的妙法。鬼谷先师啊，这个就开示了啊，他完毕之后，诸天圣神活菩萨同赞鬼谷先师曰：“啊，至圣鬼谷先师大慈悲啊，啊，慈航普渡，慈航普渡呢，有情度群灵啊，这个五世。”玄机大道真妙理啊，义理心法利民见太平，五世三一命普相的五大学士智慧啊，这个妙理都从一心出来啊。啊，我们现在诸天圣神活菩萨龙天护法同赞叹鬼谷先师啊的大慈大悲啊，我们也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王禅老祖要我们时时刻刻早上起来心拿起来了，香拿起来了，你就念一遍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人人能这样，必可人天共同应心相归应。所以我们
现在将25天来所共修的一切功德，我们要回向给我们当下的列祖列宗、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念回向。啊，回向，愿此功德上报天恩，下济啊群灵，还有见闻，同沾法益，皆同花心，唯心净土，够了本愿，天下太平。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各位莲座上诸祖莲文，当下此时普天同庆，诸天圣神活菩萨啊光降道场坛城，加持灌顶啊，各位诸祖灵，当下的莲座上所有一切诸圣灵，皆得仰仗活力，加持灌顶。尤其我们每天所吃饭的水果、蔬菜、五谷，啊，的愿会转动，诸灵啊，皆得仰仗佛恩，老子慈光啊，加持灌顶，转化人生啊，听经闻法，同沾法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成就成圣成贤，了脱生死，不复沉沦世间的轮回。我们当下今日玄天上帝25天之内皆来加持灌顶，红军老祖慈光加持灌顶，台湾祖师慈悲加持灌顶，啊，八卦祖师伏羲氏族加持灌顶，观世音菩萨慈悲接引，诸灵往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开人觉性，渐渐成佛，东方药师佛加持天人心开意解，并无所病啊，皆得心开意解，了脱生死，断一切苦厄与障碍。八卦祖师伏羲氏族、九天玄女慈悲加持补天圆满成功，啊，感恩地母天尊加持唯心圣教补地，啊，圆满，啊，感恩龙天护法、太极天72天师光降加持，所有一切大众们皆得见天心，
卦卦啊，本命本位皆得见性灵性光明啊，加持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十方善心大德善诸事、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皆得明心见性。啊，文王周公的妙法，普利人天呐、啊！啊，诸葛孔明真人，啊，易经法轮共转，顺便真人，啊，妙智慧加持唯心贤士同学们，十方善信大德，事业顺利，啊，这家家户户平安呐、啊！刘伯温真人加持所有的唯心弟子们，皆得了知啊，人间的进退，悟一切天机奥秘啊，不换因果。天上圣母慈航普渡，救度我们所有当下还在苦海中飘沉的大众诸灵们啊，皆得脱离苦海。太上道祖慈悲加持幻灵，各国所有唯心贤士同学们，皆得成就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的禅机大道。三清道祖啊，元始天尊加持我们所有一切的三界万灵回归自性极乐净土啊，灵宝天尊加持我们当下所有的天人法界诸群灵们，都能够见性成圣成贤，成就无上的菩提大道。也感恩阳光先师、风水祖师加持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同学们啊，皆得了悟易经风水大道利人天啊，也感恩所有传授于本人易经风水百家思想的诸天圣神祖师们，你们的慈光普照加持，我将愿力将所有一切所悟的真理毫不保留的会继续发扬弘扬，而直至天下太平啊为本愿。那么我们也祈愿着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加持，更感恩东厨司命真君在我们每次每谈
大法会的时候加持所有香积族同学们皆得天主庙供，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皆得圆满。我们当下也感恩啊，各位在叩谈法会上你们不失财力钱啊，身力啊，不失你们的劳力啊，共同来布施金钱普捉灾窜的啊，油料等等，你们的功德啊，皆得供养圆满。那么我们今天啊，已经接近圆满的时刻，我们一起合掌恭念黄忏老祖圣号，恭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恭念阿弥陀佛圣号，更感恩啊，玉皇大帝慈光普照满三千大千世界，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请大家合掌恭念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各位，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已经圆满，恭喜各位。